来，我们有请下一组学员。接下来出场的是 FX Warps 学员组合 Warps Up。Warps Up World Champion。听说他的舞蹈很强很强。赞多，国内国外都知道，跳舞很牛的世界冠军。力丸老师，当时也是自己刚开始学编舞的时候，上过他的课吗？僕の好きなアーティストさんの振り付けをしていたり、それをその自分の目で見れるっていうのがすごい楽しみでした。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的サンタ。世界大会を17歳の時に史上最年少で優勝したり、あとは世界大会も3回優勝しました。もうすべてダンスのことしか考えてなかった。我是来自日本的立文。我从十岁开始跳舞，十九岁开始为艺人编舞。自然とか、あ、一番多いのは僕は蛇とか、あの蜘蛛とか、サソリとか、なんかそういうなんか毒持ってそうなあの動物から結構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もらって。リッキー君と僕は日本でチームやってて、でずっと2年ぐらい前からなんか変な人って思った。虫食べるの好きだし、僕虫大嫌いなのに、あの人は虫を食べるの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あなたその好きな食材が何言うんだろう、本当変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ほしいな。自分が一番みたいな。僕が例えば振りを見せ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見せた時に、あ、それかっこいいじゃん、それ使おうって言って、今まで使ったことないですね。リッキー君と僕は本当に正反対だと思う。一番の共通点は普通が嫌い、お互い。わ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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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e 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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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那个楠楠说的那个特别厉害的赞多，跳舞。赞多，赞多，快点，赞多，快走。李文，加油，干巴的。都没有人坐下来呢，炸场了。大家好，我们是 What's Up。What's up？ 我是来自日本的立文，我喜欢吃辣的食物，比如四川料理。我还会学英语和一点点葡萄牙语。我会拼尽全力表现最好的自己。棒棒的，立文厉害。大家好，我是 Santa， 不是圣诞老人的 Santa， 汉字是赞多。赞赞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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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赞，多多多多多多，啊，点赞。来自日本，今年22岁，我学习跳舞已经19年了。哇，他跳舞的时候你还没出生。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是我会加油的。好，加油，加油。で今回あの僕たち一緒に作ったので、よかったら楽しんでください。ピース。頑張れ。来了来了来了，期待啊，气场不一样了，气场不一样，来了来了来了，好期待，好厉害，期待期待。说这个是舞蹈界的奥斯卡，我是太厉害。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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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Okay okay. I go like a CEO, cash imagine me. Gonna outfit a fancy Romy cage and try body. His face does up like it's a bitch. I know something. Okay. This group I'm over take it. Go shoot down the body gym. Package logo, to my own logo. Pass for touchy, pass for vocal. Debut that logo, 特别真 vocal. Show me that book. Come on, be vocal. Video got video, so be the real. Come on, be vocal. Video got video, so be the real. Mi nai se scarregoria, fia na passarella, giù na se cria, baba dance, frenzy con immaginazione. Deja spera co farà, quando è mandà, nel camminà. Ne
下 Air 黑格斯狂掉盲的没有卡米尼发萨开两大的卡米尼的发达发达那的白面发的发萨开两大的卡米尼的发达发达那的白面发的走走走最炸的舞台，真的是目前看到最炸的舞台，太炸了！陈轩，如果之前呢看到很多学员呢表演的水平是到天花板，赞多跟力丸的表演水平可能就是突破了天空。他学了19年跳舞，然后他今年22岁，他不是3岁就开始学跳舞吧？然后我想了想，我3岁要干嘛？我玩泥吧。我就觉得我们是来助兴的，没有，反正。特别离谱嘛，我就觉得很离谱。你们穿的还蛮像婚礼，是吗？我决定不跟你学舞了。不好意思，我找到我新的老师了，不好意思啊。你也可以教我，没关系。Sensei。我先表示一下，我觉得有一点，他们一直用中文说了非常非常多。我觉得首先这个我非常感动。感谢你们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老师。我先说不合适，我觉得这个还是想看多一点。想看。那我们继续看吧。继续看吧，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了。好，谁先来？I'm gonna do first。今日は今回オーディションが中国なので、中国の曲を使って自分の振り付け。やってみました。Performance was amazing. His choreography skills are just like top in the world. He can express the feelings. He can like go flow with the music. It's like the music is his own song. 力丸的下盘像铁一样稳。那个说实话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看到那么强的舞者，视觉冲击太强了。就是我是只想要跟全套的朋友们讲。他表演的时候他也会放松，他跳得很努力，可是他知道 他怎么控制他的身体，所以一定要放松就可以变成这样子，所以这要 good job、哦、谢老师。刘安，为了表达对你的敬意，我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苛，你喜欢吃中国的什么东西？我喜欢 hot pot。 啊，跟我一样，好好吃是吗？火锅有眼光的，有眼光的。
欢迎来成都。所以立完，我好像问了跟舞蹈没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我已经被你深深的折服了。也非常感谢你使用了我们中国的音乐去改编的舞蹈，谢谢你。然后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赞多。哇哇，世界冠军来了，千呼万唤使出来。我是サンタ，僕はストリートダンスで世界一になったので、この即興でここにある瞬間で一個なんか作品を作ろうと思います。你听到翻译了吗？作品我作了多少吗？我有一句话要说，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同传的时候，前面有一半是大概没有说，是刚才那一段是他即兴的一个表演。但是结尾怎么卡的？这个是 freestyle。那可以再来一个吗？赞多，随便放个音乐，再换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个，王宝，王宝 ，OK OK。Let's go! 谢谢。 Y'all ready? Go!这是 freestyle， unbelievable。 他想喝个水，给赞多喝一下水。